焦点视频，梁善行完机解码嘅时间，荧光幕见到梁善行师傅。你好，大家好，师傅啊，今集咧，我哋就想讲一讲关于香港嘅话题啦。上一集咁啊，喺一啲命理上啦、面相上，咁你同我哋分享咗咧，就系一对夫妇啊，即系要小心啊，即系千祈咧认清另一半嘅对象系一个咩人咁样啦，咁啊可以啊化解一啲危机。咁今集咧，我哋讲下香港咧，就系、是。在我們錄影的時間就是5月21日今日發生了前兩天發生了什麼事呢、又是香港的市又是跌是吧恒生指數徘徊在20000点上上落落這樣未穿的未穿20000的坊間一片愁雲慘霧或者有些人都不懂反應了因為更低的已經見過了、這樣想請教一下你了、就是香港現時咁樣嘅狀況，你覺得經濟上啊嗰、那個穩定嘅情況，或者上升翻嘅情況，幾時有機會會出現呢？嗱，香港都行咗衰運幾年，嗰、那個雖然個股市一路低。一路低迷，股市以前曾經上升過20000多点嘅，不過最近都係喺19000至21000徘徊，咁唔上唔落之下，都希望香港嘅經濟復甦。其實香港能夠經濟復甦，一則要靠外圍嘅因素。而家我哋知道外圍經濟都未正式復甦，咁自己本質咧，本質內部嘅消費都仲係低迷狀況，所以用客觀嚟睇，短期內係好難做到香港經濟蓬勃翻嘅。我哋都係望將來。既然望將來係幾時會轉好呢？我哋香港呢就坐北向南嘅，咁我哋知道九運未來嘅旺氣就喺南方。我哋既然坐北向南，應該有一番嘅機遇，再重新興旺翻嘅。不過要等到2024年後，而家今年2022，即是話仲有一年嘅低迷。現今白雲去到2023年年尾，咁白雲尾聲嘅時候，嗰、那個雲開始一路脫節，已經冇運氣可言，新嘅元運。是九子火星運，要2024年先至到達，要2024年正月之後，咁香港呢係坐北向南，正係對住嗰個當旺之氣嘅，應該喺24年之後20年內，直情係風生水起添。不過有一樣嘢，香港嗰個氣運係靠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港就位處於整個香港九龍嘅南部，而有個大嘅島嶼就係香港島，環繞住拱衛住維多利亞港，咁呢個維多利亞港。就唔算係寧靜水啦。如果香港破壞咗維多利亞港，咁就冇辦法到聚水明堂呢個作用。即是話唔好任意填海。如果你堵塞咗維多利亞港，呢、這個明堂一路散失，咁就香港失去咗復甦繁榮。嘅機會啦，
咁啊，師傅啊，另一個話題咧就係疫情，係嘛？咁啊，嚟到現時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啦，咁都已經玩到啊第三年啦，係嘛？咁啊，即係第五波又好恐怖啦，咁樣咁啊，隨即有啲專家咧就話：喂，小心我哋嚟緊即將踏入嘅六月咧，就會爆發第六波。咁就算啊，並非如有啲專家講話第六波喺六月，但係大家都好關心，亦都好擔心就係、是。喂，冬天會唔會有第六波呢？咁樣咁對於呢一個嘅第六波，你有啲咩睇法呢？正如我頭先所講，香港係位處坐北向南，而白雲即將結束，九雲就即將嚟，不過就未嚟。喺交雲脫雲期間，香港會首當其衝，因為香港即將係要面對新嘅元運，故此喺交運脫運期間連番出現疫情，呢、這個已經有所預計到啦。咁樣會唔會第六波再嚟呢？以客觀嘅因素嚟睇，絕對有可能。因為不斷變種，咁樣係咪好似以前上次第五波咁恐怖呢？我相信唔會啦，因為人有適應性。我哋用平常心嚟迎接第六波，基本上差唔多肯定有第六波。嗯，不過唔需要太恐慌，因為呢啲疫情。它變種變了那個傳染性雖然高，但是殺傷性就低。現在很多國家都將它作為風土病，還有特效藥出土，特效藥發明了出來，這樣我們一患了之後立刻吃那些特效藥，這可以解救到的了。嗯，咁样我哋香港会否喺六月出现第六波呢？有出唔出奇，不过我哋唔好咁担心，或者唔会喺第六，系六月出现，或者唔系在六月出现，可以在七月出现、八月出现，呢啲系冇办法避免嘅。我哋以平常心看待就得啦。嗯，估計香港嗰個危機，即係疫情嘅危機，已經係減輕咗，所以第六波嚟到唔需要過分擔心嘅。嗯 ，OK， 即係驚都冇用，反正睇落都好似一定會嚟。冇錯。OK， 嗱咁啊，另外最後一樣嘢啦，經歷呢三年啦，係嘛？除咗呢個疫情咁啊，2019年開始咧，咁啊，因為有一啲嘅社會事件啦，咁啊，有好多人咧都會歸咎於香港現時嘅唔好運咧，就係因為嚇我哋嘅特首女士嚇呢個啦，唔係我講啊，呢個係好多我見有一啲啊媒體或者坊間有啲嘅人咧都係咁樣去講嘅。咁好啦，嚟緊好快啫，七月咁啊轉人啦，轉特首啦。是不是可以喂掂啊？即時啊轉好運啊，師傅你覺得？如果我哋一般民眾用咁樂觀嘅心態嚟看待呢啲事情，都冇話唔好嘅，等自己開心啲都好。但係以明智嘅心態嚟睇，唔係換咗人就乜嘢唔同曬嘅。我哋知道香港雖然叫做一國兩制，不過時常都提及有一國先至有兩制。如果香港嘅特首佢嘅作風唔符合中央嘅要求，咁佢都冇辦法坐住呢個龍位。故此，下一任嘅特首同上一任嘅特首個作風係一模一樣嘅，
如果你不滿意上一任的特首，我看怕你也不會滿意下一任的特首了。既然是這樣，你不如用平常心看待，因為呢，人的遭遇是命中有注，你為什麼會遭遇到這些情況呢？有句說話，若知世上刀兵劫，請聽屠門夜半聲。我們平生多做業，業力那種業，自然會有很多刀兵劫來臨，即是烏克蘭一樣。烏克蘭和俄羅斯無過犯的，但是烏克蘭忽然間大禍臨頭，這個都是世上刀兵劫。如果我們想避免這些劫難呢，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以及放過一些弱小眾生，這樣你就不用面對太嚴重的劫難。世上很多國家地區是很善美和平，為什麼你不身身於那裡呢？那例如什麼呢？例如瑞士呢，瑞士有沒有那麼多爭拗啊？瑞士人民有沒有那麼多苦難啊？瑞士人民有沒有忽然間被捕這種憂患啊？我相信沒有，因為人家的國家是太平，是民主，是公平，為什麼你不身於那裡呢？你要問你自己，你自己有沒有修善行就可以了。好有味道啊，師傅這個就是這一段說話的意思啊，最重要做好自己咯，是吧？無論個情況是怎樣都好啊。 OK， 好，那下一集呢，我們繼續有請教梁善行師傅啦。好，多謝大家，拜拜。